说到巴豆啊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，它可是能让人一泻千里的。那么今天啊，给大家分享一种特别的植物，也是巴豆的亲戚，它叫毛果巴豆，别名也叫小叶双龙眼。朋友们，这个呢就是毛果巴豆了，有没有朋友认识它呢？其实毛果巴豆啊，有着很高的应用价值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。说到毛果巴豆啊，其实了解它的人呢是很少的，它也属于一种比较冷门的中草植物了，但是它的价值啊却很高。毛果巴豆是大戟科巴豆属的一种灌木，因其枝条、嫩叶、花序和果实均密被心状的油毛而得名。它的叶子呈长圆状披针形，摸上去啊比较粗糙，叶子的背面啊有明显凸起的网脉，它的茎干呢是圆柱形灰棕色的。这是它种状顶生的花序，有很多花柱抽出，还是挺好看的哈。而这些呢就是它的硕果了，呈扁球形，背有很多白色的油毛，还有几条已经干枯的花柱在上面哈。那么它的果实啊也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，其应用非常之广泛，在中药材里面啊称它为小叶双龙眼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它是有小毒的，这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哦。那么关于毛果巴豆的价值，您还知道哪些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关注小满，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。